接下来我挑三个人。今天我们练的前滚翻啊，练那么长时间呢，有的同学竟然还不会，但是有的同学来的时间很短，他竟然会了。我挑三个人啊，杨尚莹、李浩轩、宗盛杰，来来来，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来。你们三个，来来来，你来是最早，下来是你，下来是你啊。咱看看这三个同学啊，看他们谁翻得好。来，你先去那儿，那你仨也去排队。每人四个，咱看谁做得好啊？来，走。一、二、一、三、四，就第四个还行，对不对？站那儿，来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慢不慢？你们说慢不慢？我感觉等一会儿给他操练操练，行不行？行。过去，先站那儿。咱接下来看看宗盛杰的啊，宗盛杰练的时间短，今天第几天？19天，咱看看他能翻多少个。这样吧，尽自己最大努力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一直到头，行不行？行。连起来啊，上，一个快速，两个快速，三个快速，四个快速，五个快速，六个站起来，掌声。来来来来，啊，有点晕，有点晕，啊，你知道，这感觉是不是稍微一快了一点就圆了是吧？然后一圆它就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晕很正常，你也超出了自己以前能够练成这样的范围了，已经超过了。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本身我以为他四个就可以了，结果他六个都没有失败，而且手有没有摸地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们把掌声送给宗盛杰。所以说，来来来，你俩也过来，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得操练操练他们啊。你看，他就是慢。我说过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笨蛋，只有懒蛋。懒蛋。谁懒谁慢谁就懒，你不要指谁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也可能能改变，但是我等你下次改变，明白没有？明白没有啊？你看他连说话都不愿意给教练说啊，我也不知道是教练偷吃了你的棒棒糖了啊，他连话都不敢说。你下次能快点不能？能。对啊，你要有这劲头肯定可以练成啊。你看人家宗盛杰，来，尚莹，尚莹，你看他这是啥？这啥？汗。汗多不多？多。你看现在，来转过去，立正。不动。两脚并起，大拇指扣紧。你看现在，啊，也很壮实。啊，我希望你这样继续坚持下去，不要故意去吸，哎，你把抬头挺胸就好，明白没有？就是这样的啊，把头抬起来，做什么事有自信。你会了没有？会了。记不记得第一天的前滚翻？记得。那翻一次，这儿胸口疼一次，是不是？是。现在翻六个疼不疼？疼。这就是很大的改变，啊！你们俩也加油，你来的比他来早来半年呢，你呢，也比他来早两个月，啊！练武术不分高矮胖瘦，谁能学成谁就厉害。再次把掌声送给盛杰，好，去吧。你俩去。